When he hears that fire alarm, Sam is always cool and calm. If you're stuck, give him a shout. He'll be there to help you out. So move aside, make way. Fireman Sam just gonna save the day. Fireman Sam got his way to the core.你好，诺曼，在找宝藏吧？对，但我只找到了一些破木头。看，我发现了一块化石。嗯，这是一块菊石，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，比恐龙还要早。酷，但可惜它不是恐龙。这附近以前有恐龙，实际上在有些地方你都能看见脚印留在石头上，像这样的。哇哦，我要去找一些恐龙脚印。先别急，诺曼，你现在不能去，要涨潮了，你可能会被困住的。嗯，没关系，给你，要是喜欢的话给你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特雷弗。干得好，小伙子们，还有姑娘，火已经扑灭了，但是看。哼，别担心，站长，那只是个假人。我去救他，站长。即使假人也得救艾尔维斯。救他们的最快方法就是经典的肩负法。沙漠会为我们示范怎么做。注意，一个好的消防员总是能保持平衡。希尔站长，你没事吧？站长。詹姆斯，莎拉，我有样东西你们肯定没见过。哦，是什么？一只小恐龙。哦，那可不是小恐龙，这不过是块菊石，我们已经见过好多了。哼，你们自以为很聪明，我敢说你们从来没见过真正的活恐龙。当然没有，恐龙早就已经灭绝了。现在还有，我在沙滩上就看见一个，我甚至知道它住在哪里。不可能。嘿，等着瞧吧。也许你应该请假休息几天，站长，你可能拉伤了韧带。哦，胡说，就这点事儿，别小题大做，我马上就能好得像我是说，哦，也许我应该去躺一会儿。也许这样最好，站长。这应该就行了。嘿嘿，现在回沙滩去。恐龙脚印，我敢说双胞胎肯定会以为是真的。詹姆斯，莎拉，想参加恐龙大冒险吗？我要去追踪那个巨大的怪兽。别傻了。好，随你吧。也许你们是害怕了。哦，我们为什么要去害怕不存在的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仔细找，你们俩耳朵张开，眼睛睁大。哦，恐龙脚印。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但那不可能是恐龙的脚印。他们当然是，我告诉过你们，我看见了一只恐龙。来，跟着我，我要去抓它，我不害怕。哦，是那只恐龙，那不是恐龙。
你在哪儿？诺曼，詹姆斯，涨潮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詹姆斯，哦不！哦，果然是你。嘿嘿，不是只恐龙，它朝那边跑了，我看见了。要是你不相信我，自己去看。我会的。我也会的。詹姆斯，诺曼。拖着一条受伤的腿走这些楼梯可真累，希望我没错过午餐。实际上站长你还早了一点，今天的午餐要晚一点了。好了之后叫我。James， 诺曼，快出来！我们得回去了，不然会被潮水困住的。我们需要帮助，也许站在礁石上，有人能看见我。我早就知道，根本没恐龙。有，只是他们很擅长隐藏而已。詹姆斯。水，我们被困住了。是的，我几小时之前见过他们，我想他们当时正在往海边去。哦，但是他们还没回来，要涨潮了，我去联系消防员山姆。哦，詹姆斯，莎拉，诺曼失踪。天哪！詹姆斯、莎拉和诺曼都失踪了，最后出现的地点是海滩。通知高山救援队，站长，航母可以从空中搜索，我和佩妮在海面上搜索。请回答，我看见莎拉了，她在离北岸峭壁大约500米的位置。我们也看见她了。没事了，莎拉。我抓住你了。罗曼和詹姆斯在哪里？他们到那个洞里去了，但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出来。那个洞口被淹了，山姆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詹姆斯，看，水里有东西游过来了，是一只海怪。但是诺曼，这根本就没有什么海。佩妮，你们好，孩子们。诺曼，回来，是佩妮。我早就知道。别害怕，你们现在安全了。我会救你们出去的。但是那我呢？我马上回来，诺曼，抓住我，詹姆斯。哦，水好凉啊！别担心，詹姆斯，潮水已经开始退了，水位正在下降。听起来是你带大家去玩捉迷藏的 ，Norman Place。但你应该知道，涨潮时那里是很危险的。对不起，山姆。而你们俩更应该知道。但是妈妈。诺曼说他看见一只恐龙。哇，那肯定是条老年恐龙。我找到了他的拐杖。